众所周知，马斯克在加密货币的圈子里一直相当活跃，他钟爱给狗狗币站台，隔三差五就发推特，间接助力狗狗币的价格。最一次他把推特的 logo 一换，弄成了狗狗币的图标，短线一度涨幅超 30%。 那就当我稿子还没写完，我还想一顿输出疯狂喷他的时候，马斯克就把狗狗币的图标变更为原来的小蓝鸟。但有一说一，他这次是真的快。当市场还在给自己画大饼，一赢狗狗币会开打赏，冲击更高涨幅。大概前后间隔了三天吧，在这期间，有人套现了 1.2 亿走人，有人被挂在了山顶吹冷风割肉。换回 logo 以后，币价应声下跌，从世界首富到 Web3 邯郸 QL。马斯克是如何一步步融入到 crypto 的？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个事。我先是统计了马斯克在推特上邯郸狗狗币的次数，然后深入浅出的了解世界首富跟狗狗币的爱情实验线。他们的羁绊甚至可以拨回到2019年，并且我在最后还会了解自己的投资心得策略，因为我看到最近频道来了不少新人朋友，面对风险较高的加密货币市场，应该如何正确的拿捏，找到自己的定位，我也会简单提一下。好，那我们就先开始看一看马斯克在推特上喊单的历史，如何正确查看渣男在推特上面说过什么话。据不完全统计，马斯克带货狗狗币至少提过33次以上。我们只需要在推特的搜索栏里面输入你想要搜索的关键词加括号加推特 ID， 你就能看到某位名人提及狗狗币的所有内容了。首先看到的是19年4月3号的时候，马斯克发了一个表情包，那时候的他还算比较青涩，只是简单的暗示了一下。他的表情包配文狗狗币似乎很久没听到他的名字了。发完之后，当时的市场没有什么波澜，很明显这次带货是不成功的。但你先别急，我们接着往下看之后发的内容。放眼到整个加密货币历史中，给人感觉是相当炸裂的。比如说2021年2月4号这条，他说狗狗币是人民的货币，还有他说狗狗币能买特斯拉周边商品，狗狗币会通过 SpaceX 登上月球。那你要说最能体现马斯克格局的是哪条，我会选21年2月15号发这条。你已经无法通过正常的思维去分析他脑袋里面到底想的是什么。首先我们要先知道狗狗币的供应它是无上限的，每年还会增发，虽然算得上是主流的山寨币，但是可以通过挖矿无限印钞。马斯克他说，如果狗狗币大部分的持有者出售他们大部分狗狗币，我将全力支持。在我看来，过度集中才是唯一实际的问题。接着他还补充说道，如果这些大户只是注销账户的话，他愿意给他们一些钱，这样子有可能会有助于减轻狗狗币过于集中的问题。那意思就是说你是大善人来接盘是吧。紧接着评论区的热评说道，因为狗狗币当时的价格还没有 0.1 美元，大约在 0.04 到 0.05 左右波动，如果涨到 0.1， 那这些持有者出售的话，那是不是会降低狗狗币的价值。马斯克回复他说，短期降低，长期是提升的，非常具有个人色彩主义的喊单，狗狗币真的是遇上一个好爸爸。这一轮牛熊下来，马斯克还是坚持不懈的输出对狗狗币的观点。但抛开一切滤镜不谈，马斯克在加密货币市场中反复的拉扯真的是让人琢磨不透。拿美金换空气币真的有那么好的事吗？马斯克你说他喜欢狗狗币吧，看起来确实有点感兴趣，他会搞些形式上的东西，会帮狗狗币开发者提供想法，还有特斯拉支持比特币支付，但他之后又会取消，原因是说比特币不太环保。他会换 logo， 隔几天又下架，总之是各种原因间接或直接影响了市场。到头来他跟你说一句只是在开玩笑，你会觉得这很有趣，给人感觉真的离谱。于是终于有人坐不住了，一名投资者觉得马斯克操纵市场这事提起了诉讼，并要求赔付2580亿美金。他说马斯克在抬高狗币的价格是在搞敲诈勒索。在4月2号的时候，马斯克的律师提交了一份文件，要求法院驳回此案，并且对此表示非常有信心。这篇原文这样说道，通过幽默或积极的推文表达对市值接近100亿的合法加密货币的支持并不违法。他们进一步补充说道，本院应该停止原告的幻想，驳回起诉。这一口锅甩的是相当漂亮，意思你投资前要 DYOR， 做好自己的研究，不要想着一夜暴富，造成的实际亏损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做好仓位管理。那其实把所有希望寄托到马斯克身上，无非就是玩火自焚。投资的时候看的是流动性和市场的博弈，在熊市没有新的资金入场的时候都是人精在互割，当你心动高谈阔论谈价格谈信仰的时候，你买入了狗狗币，但面临亏损和腰斩的时候，你的信仰可能又随之崩塌。我的头快要裂开了，放弃了，你快放弃。
那其实想站出来打马斯克的其实还不止投资者，此前狗狗币的联合创始人之一 Jackson 就曾疯狂炮轰过老马，在一次采访中他说马斯克就是一个自私的骗子，未来也是，而且说他不懂代码。马斯克被呛了也回应道，我12岁的儿子写代码都比你好，而且还爆料出在发行狗狗币的时候 Jackson 没有贡献出多少代码，说他的代码完全没用，是个垃圾。这边吵得水深火热，谁也不服谁，受伤的往往只有散户投资者。从上轮牛市狗狗币的高点在 0.7 美元左右，都在想能不能破$1的时候，博取利益的投资者开始出货，加上市场各种黑天鹅，什么 Luna、 FTX 三箭资本，而且大环境一直在加息，加密货币市场流动性一直在被抽走，泡沫逐渐在消退。回头看马斯克之前说的话，如果狗狗币大部分持有者出售他们大部分狗狗币的话，我将全力支持。那就在4月7号，狗狗币两名巨鲸减持了14亿美，大约1.2亿美元。那马斯克说的话还顶用吗？很明显，你脑子进水了，你咋知道呢？那目前在我看来，我的评价，狗狗币是情绪的产物，投资狗狗币要理性，要看市场流动性和市场的博弈，不要当成信仰，不能长情，赚你该赚的钱，赚钱取决于你交易的体系和信息场。那为什么这么说？跳下，如果你在 0.08 买了狗狗币，你觉得有戏 ，OK， 那这份钱归零了，你都能接受的话，马斯克都要给你递根烟。那往往二级市场波动真的太大了，跌了90%，还能再跌90%，带血的筹码一直在不停的换手，认清楚自己能搞钱的方式。你要想稳妥一点的，就比如说花时间去干的，可以去参与陪跑，去一些项目或者社区当 MOD， 拿一些额度或者白名单，又或者交互一些热门的项目拿拿空投，比如说最近的 ZKC、Layer Zero、Score， 还有 StarNet。又再或者你是二级玩家，专门交易的，还有玩 MFT 的或者合约的，你是哪一类的玩家就该赚哪一类的钱。你看别人玩合约某某项目赚钱了，你不懂的话只是送人头去给人当燃料的。那说了那么多，如果你还想投资狗狗币的话，那这个比例在总仓位不能占得太多，不管是做空还是买入，它只是市场中赚取筹码的一个小牌座，只有守住自己的筹码，下牌座钱才是自己的。那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下期我可能会聊狗狗币是如何挖矿的，如果想看的兄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还有点赞本期的视频，我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那我们下期视频见。